我们看第十题，他说某面粉供应商哈，去年每个月的月销售量哈，就十二个月了，分别是12、17、16等等，这么多公吨，那他问算术平均数多少，我们就给他重排，由小而大呢，把它排在，排起来，有11公吨的、12公吨的等等。好，那么他要算他的算术平均数了。我们一看的话，给他稍微做一下位移，做一下位移的话，我们给他减掉15好了，就 Y 哈，等于 X 减15，那就负4，啊，这是负3，负3，啊，这负2，负1，0，哦，啊，这多少？这是1。这是3啊，啊这是4，那我把它加起来 ，y 八多少？12个月嘛，那这个这个跟这个就消掉了，这跟这个消掉。好，然后这里3跟这个3消掉，所以剩下多少？在1+2+4，4、5、6、7，七减多少？7减7，啊刚好等于0。所以呢，S 八哈等于 Y 八加15了，所以是等于15，哦，算术平均数等于15了，哦，15公吨，所以答案的话哈，应该选 B。